经常放小鱼的，你们可以喂一点食物啊，啊，草里面喂一点蚂蚁啊，积福报，特别用你爸爸妈妈啊的名字，这个是一种孝顺的，我们要感恩，要尊敬师长，所以学校的每一个老师都是文殊菩萨的化现，教你英文，教你科学，教你中文，你要这样想，尊敬老师啊，所以以后老师进来你要合掌，问讯这样。合掌代表什么意思？这只手代表佛，这只手代表众生，要把佛的圆满的力量保护救度痛苦的众生。如何保护？透过你的平静的空性，这个叫什么？背一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合为一体。我们之所以拜佛，是为了拜众生，以尊敬佛陀、尊敬老师、尊敬父母的方法来尊敬所有的生命。这个叫修行，平等，而不是很会拜佛却看不起别人。错了，因为佛陀是木头做的，现在我们看到了。但是佛陀要我们拜的是众生心中的爱、慈悲与智慧，这个叫佛性。所以一个人杀人放火，他一样有佛性在，不要看不起对方，啊，不要看不起对方。所以各位要这样来学习感恩的福田、尊敬的福田。第三个最重要，佛陀说，后面这个福田超过前面两个福田，为什么？佛陀说，你用百千万亿黄金呢，去供养所有佛陀啊，还不如布施一口饭给流浪狗、给小蚂蚁，叫慈悲第一福田，啊！所以各位多去帮助可怜的人，像我们经常做慈悲便当送给游民呢，啊！我们做食物银行，我想学校各位每个礼拜大家捐1块钱，合起来学生就有2000块也不一定啊，就可以买很多饼干给穷人，啊，给需要的人，给那些养流浪狗的人。所以这个叫悲田，背一下，悲田第一，啊，慈悲的福田是最大的福田。所以我每天都在，人家问说，哎，师傅那边有鬼，我就跑到那边去，有鬼最好。对他慈悲，鬼就会变佛。不能怕对方，你要爱对方。所以我经常跑到红木区，我到欧洲、美国，每天都在跑。人家问我说：“海涛法师去哪？”蒙阿波屠宰场、集中营，为什么？去那边我可以展现慈悲。你要把感情变成慈悲，不然感情会攻你啊，你会欲火燃身。你把感情变成慈悲了，就没有压抑感情的痛苦。同学们来比赛好不好？看学会这辈子谁不结婚，你最厉害，跟我们立委一样，不用结婚。啊，要结婚是一种依靠。我的男人呢？我的女人呢？那是一种脆弱。各位，依靠是一种脆弱，这样知道吗？你要结婚可以，是我要帮助你、辅助你，而不是我要依靠你。依靠就叫执着。等一下，执着就会痛苦。不要执着，我们是成为别人的依靠可以，帮助对方。我想就像我们董事长是个出家人，他可以在山上，然后吹吹凉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事业？为什么？慈悲。这个里面的痛苦多不多？非常多啊！啊，我自己也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师父叫我磨练，你要做各种的事业，2年就要换一个。对，我2年就要换一个。他叫做不能执着，因为我是男生呢，所以我每天在跑世界各地，一直忙一直忙，因为透过别人来磨自己，把自己的我消除掉，啊，透过别人来磨我们的忍辱啊、智慧啊、慈悲啊，啊，所以我今天对不起啊，谢谢各位这么合作，教官这么认真这样盯着，啊，我到别的学校弄不完呢，啊。因为，但是各位很有福报，盯着你听佛法，啊！但是各位从这里面就可以得到很多真理。不过，我想留一点时间，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啊？借这个机会，麻烦愚公菩萨把要发给同学们的，我要发给各位一张讲义，昨天才印好了。佛陀为什么眼睫毛这么长啊？眼睛这么漂亮啊？佛陀为什么指甲不用擦？擦这个指甲膏就这么亮啊，啊！佛陀的手脚皮肤身上为什么这么香啊？都写在这上面，所以你要看，女人要不要长得漂亮？
不漂亮不慈悲修不好，但是漂亮但不执着就变慈悲。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长得庄不庄严啊？庄严，这个就是修行。那释迦牟尼佛有32加80，总共112的相。为什么佛陀的皮肤看不到一个黑色的痣啊？佛陀可以几天不洗澡，佛陀脱衣服你都看不到他不好看的那一部分啊，这么庄严。所以佛陀走到哪里都会放光。哦，这里面我故意把它翻成白话的，那各位看一看好不好啊？下回考试给毕业证书，我师父说不慈悲不让你毕业啊。但是至少各位了解。那另外一本呢是因缘果报啊，为什么会做有钱人，为什么会下地狱，18地狱长得怎么样，守五戒，在背侧，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骗人，不喝酒，不杀生，得长寿健康，不偷盗，得富贵有钱，不邪淫，家庭感情快乐，不妄语，就是不骗人，口才好，人缘好，不喝酒，脑筋好。所以各位，佛法是新的宗教，不要喝酒抽烟，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脑细胞，会让你不专心不专注。佛教最高的智慧是观察跟分析，你要把万事万物维系的分析到底。所以我读了这么多书啊，我看佛经最深呢，但是也最有意义啊。啊，你可以把它分析得很深，分析什么？你讲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彻底的认识你自己，就认识了佛陀。你透过认识你自己，可以认识原来万事万物都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要彻底的认识，所以我希望各位来把这本看完，好不好啊？还有一本是《慈悲的眼睛》，我们现在希望各位要会讲英文，要会讲日文，要会讲拉丁文，要会讲法文，因为你要千手千眼利益众生，你要跟世界沟通。所以各位现在很年轻，不要浪费时间啊！要学会英文乃至第三种语言，你都要学会。在台湾普通话要会讲，闽南语要会讲，你还会讲广东话，哇，这个世界有1亿个广东人。你会讲潮州话，那你到外国去大部分都是潮州人啊。你会讲日文，那日本人他们也很喜欢听佛法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不要浪费时间，多一点时间学习。这个时候是学生学习生命的教育，充实自己，才能够去帮助社会奉献。所以千万不要把时间拿来吃喝嫖赌、约会、唱歌、跳舞、化妆、照镜子啊！那这些东西是一种欲望，看你能不能拼赢你自己。心美，外表就美，心里慈悲最庄严。但是增加自己被利用价值，千手千眼观音、文殊菩萨，这些都是展现各种力量在帮助。所以慈悲的眼睛是什么意思？眼睛要找智慧，眼睛要哪里受需要帮忙，所以叫慈悲的眼睛。不要做低估的把揪，会不会啊？爱没人的处理啊！你要改变你自己。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每个人就可以找到很圆满的生命的意义。好，那各位今天也要送给各位2条，这里面每一条外面3个咒语，里面3个咒语，合起来有6个佛的力量带在你手上，好不好啊？虽然我们不是佛，但是你把佛的力量要带在手上啊。那么跟别人握手，包括洗澡可以不用拿下来，这个水这里面有一个叫水解脱不修成佛咒，意思什么？这个水碰到这个咒语，它一流出去，哇，以后这个水鱼也好众生吃到，它可以脱离痛苦。这个是佛的力量。为什么要成为佛？成为佛你才可以圆圆满满的利用他的形象、他的名字、他的咒语，想到他而得到光明。所以各位现在没有成佛，把它带在手上，好不好啊？带在手上，然后呢
哎，你不要带这个去打麻将啊，不会赢的，保证你输，因为他要让你输，断除贪欲。带这个就是说，我开车会慢一点，我可以帮助别人，做医生的带着，希望我带着他病容易好，要这个想法。但是真正的加持在你的心，叫陀罗尼咒语，咒就是我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让我的心恢复慈悲心；我念 Om Alabhadrana Di， 让我的心恢复空性的智慧。所以各位，心创造一切，所以用心可以改变世界，永远记住这个。所以我现在我很认真，但是别人因为我世界各地跑，他住英国生病了，他跟我说我会利用半个钟头为他念心经啊，为他念一些咒语啊，来回向给他。没多久他打电话，师父也比较好，不是我的力量，佛的力量，太伟大了但是透过我们的信心跟平静，把这个力量给对方。特别我的爸爸，我的爸爸以前一生病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拿个电话到底让别跟他别跟他妈别跟他，我爸爸说好啊 OK。 我爸爸很相信我，所以我爸爸往生的时候我叫他去极乐世界，奇怪都不爱去。我问了很多老和尚，你爸爸没去净土，没去极乐世界，我爸爸怎么没有去极乐世界呢？我说他吃素呢。后来才搞清楚，我爸爸说他要去药师净土，他不去，因为我专门喜欢听我念药师咒方向我搞错了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净土，我想各位生死的问题也要了解，你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哪一天也会死亡，人不是死了就没有，死后有轮回，上天道下地狱轮回。我们孝顺父母孝顺祖先，希望他们死后去一个佛有佛陀的净土。所以中国人叫我们帮他念阿弥陀佛，然后我爸爸喜欢药师佛，有些人喜欢妙喜净土。什么叫妙喜净土？喜欢漂亮的人一定要去妙喜净土，叫不动佛，将来各位研究研究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多请文殊菩萨加持，现在各位还没怀孕呢，但是你要先听好好了，念一下 Om Chilin， 这个 Om Chilin 就可以保护你肚子的胎儿，文殊菩萨的加持那这些各位希望学学习。我想各位读一个佛教创办的学校，至少每个月要两堂课，像今天这样上课，好不好啊？把这一些为什么要念那个，为什么要念这个，我们要了解。但是成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对其他宗教都要尊重跟保护。所以我对天主教、基督教很认真，我经常到天主教去诵经我在印度教里面也在教书。因为佛法是超越宗教的台湾的传统的道教也有他相信因果的一些道理，我们要内心尊敬。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拜佛是拜什么？念一下，拜众生，尊敬众生，你要把所有的生命都当作佛来尊敬，这个叫拜佛，而不是说我是拜佛的人，我看不起没有拜佛的人。一只小蚂蚁对我们来讲都是父母，都是未来佛，我们把头放在地上这样的尊敬他们所以不要看不起别人，这个人现在对不起你。念一下，诸行无常，一切都会改变的，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改变的，虽然他现在很坏，他将来会变好，只要因缘成熟。这个因缘是我们给他因缘我们多为他念经多为帮他修福报点灯他现在慢慢他就会转化，因为心灵的力量。这个世界有三种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念一下，自力、佛力、法力，背起来，我要各位背这个。自力就是你自己的信心修行的力量，佛力呢 Om Mani Padme Hum， 或是你念文殊菩萨，这个叫佛的力量，这个最大。再来法力，什么叫法力？你要有钱多布施钱，你妈妈腿不好多布施拐杖，你爸爸腰不好多救泥鳅蚯蚓，这个叫法。法就叫法界反作用力，你对待世界别人的反作用力，刚刚我们讲行为反作用力，这个世界靠这三种力量改变一切。来念一下，自我功德力、诸佛加持力、法界缘起力、反作用力，这三个力量随时掌控。
改变一切。你希望长得漂亮，从今天开始不要生气，好不好啊？